这个新的竞技场大厅功能，我看一下，青铜级，这是铜牌的意思吗？奖赏个人记录，挑战竞技场，我的竞技场没有竞技场，什么鬼？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了。茉莉煞气呼呼，什么东西啊？进攻，你瘦了。等下这个怎么玩？有人可以教一下吗？我们来打茉莉的好了，茉莉的。哦哦，这怎样？茉莉哦，挑战。好，我们来挑战一下。什么？按挑战？哦，这是自己配对吗？34万。哦，感觉这个伤害有点那个。好哦，哎，对自己选队伍，哎，选一下哦。啊，那我们就用火焰就好了，反正这关根本没有什么技能。来来来，好，来挑战一次。哦，我听到囧的声音了。我们开一个，开火锅就好。我记得刚看他们血量都很少啊。哎，对啊，很少啊，30几万而已。第二关，五 combo 小 case。哦，直接带走。还有世界排名，真的假的？还有这个，这游戏还有 rank 啊，现在。第三关，这样应该就死了吧？还放一只吕布，你是来炫耀的吗？第四关，哦，一个风化珠，撞一下。哦，貂蝉只能买一次哦。好，今晚关了。哦哦，刚卡了一下，我直接带走。天啊，这关卡也太简单了吧！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获得10战场点，然后呢？这打一场才10啊！天哪，总分2540，这样算高吗？挑战竞技场，这个、啊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所以这个是算什么、啊？时间1分43，最高连击回合跟最大伤害哦，还要算最大伤害哦。时间1分整，最大伤害，最高连击哦，所以跟 combo 数那些有关系吗？好，那我再来试一次试试看好了，好吧？既然跟最高连击有关系的话，那就，你可这样用希腊队的话，时间会很慢呢、啊。而且既然还要玩最大伤害的话，那就当然是增伤技能全开啦。我来试试看，如果我把所有增伤角色全部塞进去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带个炎灰神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炎灰神好了，带那个好了，阿基合体。这个应该是拼伤害吧？拼伤害应该占比较多。好，我们带个酒吞，然后阿基合体，阿基呢？对啊，张飞还没开，张飞是地狱级啊。他妈呢，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再带一个。那一个火屋好了，好，来看一下这样伤害可以拼到多少哈、欸？这关可以带龙科吗？好像不行哎、欸。等一下按出来了。嗯，对，这关好像不能带龙科的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等一下，我刚看到我的血量跟，哦，他每次召唤兽的那个三位好像有统一的样子，对吧、啊？难怪我想说为什么这么整齐。好，让我试一次哦。如果要冲高伤害的话，主要也是赶时间了、啊。让我开火屋。哦，感觉要再笑多一点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战力值也会算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如果我开太多技能的话，就没有那个了，就没有奖励了。官方不是有除15送15吗？那个感觉不太值得啦，我觉得。
好，来看一下关尾王那个分数不一定比较高 哦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要用最少分数来算哦。没关系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啦。好，这伤应该蛮高的。哎，我发现我的血量变回五张卡的状态了，只要一合体就变回五张卡了。好，来看这样分数是多少。十正常点2680。哦，剩余战力点哦，原来那个也算一个。可是我这样分数还是有超过，还是有超过我原来的样子吧？原来那个分数。哦，所以应该是开最少技能的情况下达到最多增伤。哇，这个怎么打的？哦，我觉得应该用沙弹啦，沙弹的增伤比较强。好，那我再来试试看，我再试一次啦，我用沙弹试试看。手抽吕布是真的，真的大家可以往前看啊。没有职业组队的按键吗？好吧，好来用沙弹试试看，沙弹是魔吗？魔，然后里面带高攻击的暗属性，攻击力，啊把这些东西全部带着了，暗攻击力，哦身上枪也可以取得哦，再进一场 ，OK， 了解。然后带几个落珠好了啦，带几个落珠。然后尾王应该单开沙弹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我有三张皇后啦，三张皇后。然后这只带个穷神好了，三倍，感觉拿三倍来换那个伤害还不错啊。好，来试试看沙弹，开始。示范关羽，我觉得关羽的速度还蛮慢的啦，不太推荐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召唤族，不好意思。这样直接退出也有五战场点了，好帅啊！我觉得最高连击应该也要想办法高一点了。不好意思，刚刚一个失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安安，好久不见，安安。开始。所以我觉得最高 combo 应该也要高一点，不然那个分数上不去。哦，九康而已，九康。四五六康，我一天只能打五次哦，那我刚刚还退出，天哪！三四五六七，七钢波八。好，我觉得我下一关应该要留一点暗珠下来，不然尾王会没有暗珠爆发。四康我就够了，反正这家伙是光属性的。再来一颗暗，好来看一下哦，尾王伤害究竟会多少呢？我们开一个沙弹，开穷神，二三四五六七康波，再来点暗珠，哇，一组也不降啊！这样伤害多少？好像蛮痛的耶，1000多万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样伤害总共多少呢？3000分耶！我靠，你提升是白银级哦，所以我从铜牌变成银牌了，这样也没有多好啊。本日最高五次积分。来看一下赞赏，不是奖赏，领取奖赏，我不领取吗？
本周排名奖励：青铜级、青铜级、青铜级、青铜级，赞赏。人面怪鸟，剩余45日啊，哦，好多东西哦。我想想，可以花150去买啊。我这样是，我现在有多少赞赏？35。Oh my god！貂蝉嘛，哇，好想换一只来玩一下啊。啊，那这个是什么按键？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是置顶哦。哦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获取大量的赞赏？这样感觉好慢哦。我的竞技场没有竞技场。其实是这样，要把它整个打下来才可以占领哦。然后，那我们再试一下，或许等一下伤害会比较高，所以前面可以快一点。然后到后面再怎么说，追回再爆发就好了。有打漏吗？没有呢。哦吼！我在转什么？18抽缺刘备，加油加油！所以我觉得前面速度应该要快一点。又是吕布，吕布不好吗？五，关羽有大家期待那么强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啊，这边要绿珠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有任何暗珠啊？哦，天降一族。好，希望这次天降可以多一点，好不好？不然等一下伤害高不上去啊。穷神 ，OK。天降个十组暗珠，哦，还是一组也不给啊，太可惜了。是正常点哦，排名第一的挑战者会成为新的竞技场哦，所以现在变成我的竞技场了，好酷哦！我的竞技场，哎，我瘦了，哈哈。好，我们来布置一下关卡哦，这怎样乱码？我不能设哦，可以耶，编辑队伍 ，buff 什么意思 ？buff。消除水火木哦，那我们来放一个35盾好了。来，第一关35盾。还有什么？吕布是光暗盾嘛？可是还不能上。看一下武康，这些都是武康啊。没有什么比较好玩。今天这风化珠啊，风化珠没什么用。没有好玩一点技能了吗？你这什么技能啊？哦，消除所有暗座，使用中。哦，所以是要先寄放在这里才能那个。为什么这些是在使用中啊？这个呢？消除水珠，好，我们就放一个这个。然后还要放个什么好呢？我放一个武康盾好了，考验你的斩术技术。还有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些在使用中啊？明明我没有在使用啊。安安，啊，先随便放两只好了。你呀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是说是因为我自己的队伍在使用中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使用。我猜一下，是这个关系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在使用安多啊。安安，诡异啊，这个系统。哎、欸、，Ryan， 哎 ，Hello， 好，我的竞技场，我再来部署一下。所以我不能，我有些召唤兽不能放上去，是不是？这个哦，只能这种系列的盾只能放一个哦。哦，对，我一按希腊就五个全上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放这个茉莉好了，然后再放
要放个小线。他是风化珠嘛，一颗风化珠而已啊。哦哦，移动腐蚀前，敌人死亡风化珠不会消失。哦，这好机车，我放一个，呵呵，越机车越喜欢。这些都是三鼠盾啊，还有什么其他技能呢、啊？好像没有咧，都要没有了。好，那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放谁好呢？啊，最后一关放个云阳好了。好，就决定是这样了，确定。好，有人要来玩一下吗？我瘦了，成为竞技场王者。有人要来玩一下吗？哦，系列哦，同一个系列只能带一只哦，原来如此。恶意满满。龙屎，不要了，这一关放德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别人的那个关卡，男爵奈宝尼，还有谁呢？还要花100万金币，我靠！我们刷新一次，我没有看你的内裤，好，我来看你的内裤了，看一下哦、喔。你的关卡有什么、啊？光暗、风化、啊，感觉大家都是把这个东西，然后最后一关也放云阳，天哪！好，魔法石终于不是巴西了，来看一下哦、喔。我刚把沙弹拆掉了，等一下你，我先出去煮一下。感觉这个系统还蛮好玩的耶。哦，同系列同技能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我的沙弹呢？一二三，熊神。带艾德哦，其实艾德在三人队里面表现没有说很好的样子，因为头位主要输出都集中在头位了。好，来挑战一下别人的竞技场，我没有看你的内裤，挑战。来带个沙弹，这是什么卡才是强卡？吕布、曹操跟关羽。Go go go！哦，太好了，第一关出场直接没有光珠，好贱！哇，又转好，光珠啊，没有。哦，原来第一关放属性盾有这个东西啊，可以这样阴人。好，留点安置给我，留点安置给我。龙死最麻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龙子我刚刚看好像没有技能诶、欸，哦，直接带走了。好，第三关是武康盾，你以为武康盾难得倒我吗？嘿。好，停了！当他坑别人弹珠，一进场就没光珠，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消除所有火珠嘛，我看一下，消除所有火珠，这样应该有了吧？好，留点暗珠，波！好，我们看一下王冠。虽然我不忍心打你了，可是为了分数还是得打。我的血量好酷哦、喔，是因为我刚太快起手了吗？五六七，来按住，天降一组，哦，天降两组，哦，天降三组啊，哇，好扯啊！哦，直接带走了，这伤害多少啊？哇，3000万啊！好，分数2990，还不错。土蜘蛛哦，好像也不错哎。啊，我的已经被打掉一点血了，怎么回事？防守记录是因为放下太简单了吗？成功挑战竞技场，你跟我说谁会不成功挑战竞技场？天哪！龙死哦，龙死有技能吗？这个封神有技能吗？没有技能，是只有特定的封神才有技能，是不是？龙死，那你也没有技能了，没有技能。
啊，那龙死哪里机车了？因为我只有解火跟光跟暗龙死而已啊，好像也没有其他人有技能嘞、欸，防守技能，武康，全是武康，双鼠盾，这些都双鼠啊，然后蛋蛋就是风化猪啊，啊你嘞，你也没有技能、啊。然后主角都是这些首批消暑啊，然后下面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诡异呢。好，只能站着给别人打了，好痛啊！呵呵，什么好多白痴。所以如果别人来进攻我的地方的话，我会拿到赞赏嘛？查看排名、现实记录、过去记录、竞技排行榜。哦，这是总分是不是？麻雀虽小被车撞到，哦，好多好像蛮多认识的 ，Events 也在上面啊，比利也在啊，哦，所以这是比总分是不是？我在哪里啊？天哪，好下面啊 ，Rank 71，我瘦了，龙死还没开放啊，没有技能才是王道。那我再来挑战一次，哦，这个快爆了耶，来打看，比利的第一名，是哪一关？武康不，我来试试看，比例应该是抓沙蛋的，好，我来试试看，挑战。然后我们放一下土蜘蛛，好，土蜘蛛技能还 CD 还蛮短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吃太多的那个啦，战力点数，剩32天啊，那个就随缘了啦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第一关直接掀开土蜘蛛，让我开，为什么是 10？ 为什么是 100？ 你不是14而已吗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停了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好了，够了，停 ，OK。哦，这伤害，虽然说第一关 combo 高一点，好像也不错了。停 ，OK。每关消基本三鼠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我消全部水珠啊！我靠，好了，我希望尾王可以留一点暗珠下来给我。怎么不要练木龙兽？因为木龙兽不符合我的 style 啊。好，这边是水妹啊，消三颗暗就好了，剩下暗珠留下来。哦，按出来蛮多的 ，nice。好，伪王剑旋开，一颗风化珠，你以为一颗风化珠就可以难倒我了吗？啊，多添加一点了，好吧，七 combo， 八 combo， 好吧，八 combo 而已，这样伤害多少啊？哦，2000多万哎、欸，还不错。来看一下这样分数多少哦？哦，2980还不错。所以最高 combo 应该也蛮重要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哦 ，rank 二。哦，等一下，它是两只落珠，一个穷神，一个主角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所以我觉得土蜘蛛应该换下来啊，不然太吃那个了，不是太吃那个点数了。好，战友没选。好，开始。4、5、6、7 combo， 8、9，好，不用一开始不用掉这么多康了，反正我晚上要开主角哎、欸，能不开技能？可是不开技能的话，那个伤害上不去啊。停 ，OK。哎、欸、靠，居然打不死！这是什么新系统？那个什么竞技场是这样念吗？
好，这边是。拼年级带主角，对啊，我现在带主角啦，所以我觉得康博应该是占最多的啦。好，这边要留点安珠下来。停 ，OK， 停，好，留点安珠给我，安安。好，伪王技能再开一下，为什么点不下去？求生，主角。我还没切好，糟糕！好，十康破，11、12、13、13康、14、15、15康。带阿修哦，对，阿修罗王也是一个那个。哎，对，那如果带阿修罗跟主角的话，然后再带一个那个什么貂蝉，是一个不是貂蝉啊，那个诸葛亮。2940，其实脱离回合分数也没差很多嘛。好像也不错哦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阿修罗王，好吧。阿修罗，那这样可是这样一个落珠没有很明显哎。安安，又看不用心啊，可是这样时间会拖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主角加阿修罗。这剑其实可以关吗？我觉得应该不行吧。如果他真的是，因为我自己平常打的时候是关着的啊，可是一进来他就变打开的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动会帮你开启。那吕布来打，吕布还没进化啦。我觉得我想要等那个进化素材，不是进化素材，练技卡啦，不然我鸟没那么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停！留点安珠给我！好了。哦，刚刚笑出的声音是不是有延迟一下下？哎，这样够不够？哇，刚好够。OK， 这安珠很多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伪王技能全开打多少？那风暴珠放在那边有够恶意的。来，阿修罗，冲喽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这样已经29康了。3、3、3、4、3、5、3、6、3、7、3、8、3、9、40、41、42、43，43看我，哇，加了280,000的血啊，好扯！哇，10,000！哦，对，我刚好像自己开技能提示了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对，哦，原来可以关哦，哦 ，OK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分数都是多少，3020，好像也没高到哪里去，43康。哦，那我把技能提示关一下好了，不然好像很拖时间。好，关掉。所以说，时间也算是其中一个因素。所以说我前面要打快一点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哎，我突然变第一名了。啊，同分的话算我第一名啊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哈。Go go， 43康，新爆拖时间，对啊。可是现在很难找到比撒旦真伤还要更高的队长了吧？我觉得。4、5，停 ，OK。都要不能用太多点数啊，所以
可是用阿修罗冲高 combo 应该也是其中一个方法之一了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时间上就是问题，而且手消要够多，因为阿修罗王只算手消的那个而已。还是不太懂，反正就是跟艾德的战力级是一样的感觉，只是多了一个用那个怎么说，用左上角那个点数来计分的那个方式。按八打3000多分的，拼榜有固定的标准吗？不知道呢。4、5，停。OK OK， 这次版面还不错，你看这次可以拼到多少分？哦，火珠放在那里。哇哇哇，手枪不够多，手枪29 31 32，好吧，这次 combo 有点少，32康而已。哇哦，感觉这伤也不错啊。堕天使会复刻吗？才刚结束啊。试玩，对啊，刚刚那个是试玩关卡啊。好，这是几分啊？哦，3090耶，高了一点点。哦，所以竞技场也被击破，我又有一个新的那个了。啊，我的竞技场还活着，哎、欸，上一个还活着。好了，那我又要来编辑一下队伍设置啦。编辑队伍，看一下哦。好，第一关放一个暗希腊。我觉得我不要，我第一关放一个拖时间好了，35盾。啊，第二关可以放一个风化珠。可以放一个，第三关也放一个消除水好了。第四关要放什么？没有技能了。我觉得这一关不能放光啊，因为放光的话太容易冲高伤害了。这一关放那个好了，放为什么只有这些卡可以上场？放水妹好了，呵呵。好，我看一下防守记录。哦，这是刚设置的。来看一下我原本那个，哦、好多人哦，哇哦！防守记录哦，成功挑战竞技场。我、所以是等到我的竞技场被击破之后，我应该可以取得一点点数吧？可是这样战场好慢哦，天哪！因为换一张那个要那个换一张貂蝉要800，可是我现在可能才50吧，我觉得。哇，好，有人打很勤哎，天哪！哦，现在 Rick 是20，那感觉就是花时间啊！天哪，麻雀水饺被车撞到。嗯，少开一个沙袋或穷神，可是不行，因为沙袋跟穷神增伤都非常非常的高，不然就变成是说我必须纯粹来赌那个。哦，这边这个快结束了，纯粹来赌天降。好的，第一名什么队？哦，火 BB 好可爱哦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，第一关哦，第一关就是光暗盾。来，再试一次挑战。好，再试一次看看。嗯，很好，第一关有光暗珠。好，刚好就好，不要再天降了。OK。爱德华哦，对，可是爱德华我没有练诶。哇，哎，这个撞到会扣血啊，好痛哦！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一场十赏，一时五场，哇，所以打一场才五，打一时才50啊！天哪！停 ，stop，OK、okay。感觉这样好亏哦，那我还是练一只貂蝉就好了。啊，这要消所有的火珠。哇，这场没有什么暗珠呢。穷神不开的话，可是穷神的那个攻击力很高说。来来来。
哇，那边没切好，糟糕。20、23、21、29、32、35，我手切35康，然后没有什么天降，39，好吧，40 combo， 排挤王，吃啥？吃面。来看一下，已经抽完了，已经抽完了。哦，3090，其实我觉得3090应该差不多都是一个所说极限值的吗？因为我刚已经连续打了两次3090了耶。rank 一 rank 一，这些都是那个、啊、系统那个的。那我们再刷新一次啊，看会看到谁的。哇、哦，这个是怎样啊？前面有那个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云阳有技能？而且你的熊猫是六康盾，然后你的吕布还是指定三重属性？哦，好酷哦！这算是什么啊？进阶竞技场哦。那这个茉莉呢？欸、你们两个队伍组合怎么一模一样？三落珠加主角，只开主角哦，所以不能开太多那个就是。啊、哦，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带三落珠加主角试试看喽。往后，再一次往后。女猎王大转好用，我觉得他那个消耗点数应该跟 C 他的 CD 有关系啊，我觉得。啊，主角嘞，对对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推荐的队伍哈，三洛书加主角，你升等了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个是算是比较难的竞技场啊。你看他第一关变成这个样子。哦哦，这是拼图盾线，来来来。炼金小块什么时候会出？不知道呢。哎哎哎哎哎，留点暗珠，哎、欸，留点暗珠。看，第一关就拖我时间呢。哇，怎么会卡成这个样子？先把吕布用到六星哦。可是这样就少一只能炼技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消耗 CD 诚实哦，哎、哦欸，好卡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呢、啊？哦，这哪三十五等等，我来不及看啊，我没有水珠，看原来还可以这样阴忍哦，哦天降水珠，nice， 这下面塔已经要爆了，毁灭之眼亚巴顿，哦，这是随机风化，我刚刚转太快了。好好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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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 ，OK，nice，OK，OK， 现在到尾王了，我们把啊这是什么消？好像手消所有水珠，好贱哦！这一关放这个，那这样我还要注意有哪些是水珠呢？啊，先转在一起好了，啊少一颗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一关放这个技能蛮不错的耶，因为这一关大家都在开主角，所以这样反而不会注意到，尴尬喽。好，被打一下，好贱哦、喔。所以最后一关应该要开这个技能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林一辉 ，Hello。好卡，对啊，好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2570，哇，这好低的分数、哦。白银级，所以说要怎么样才会升那个、啊？占一点加15%，做守方成员、攻方成员、开放防守召唤兽，只有这些而已啊。你有技能吗？消除6颗以上，对啊，为什么慕容石有技能，可是那水龙石这些是跑到哪去？哎，对啊，那这个有啊，可是没有开放啊。那你们这些什么技能？指定35盾。嗯，所以这些是还没开放的意思吗？
那这一盾是紫金35盾啊，你是谁啊？哦，身上香耶，点石加冕，哎，这不是大圣的技能吗？哦，对，大圣的技能耶，只是没有破防效果而已，好酷哦。哎，那本来这个是什么？浮石行哦，拼图盾的意思啊。那巨人嘞，没有技能，嗯，好酷哦。个人设定是什么东西？限时排名17，胜率92%，92%是从哪里来的？查看排名，所以我现在到底能换什么东西啦？我现在战场可以换什么？奖赏，领取奖赏还不能换呢、啊。415哦，这有415了，还蛮快的。单件购买，我想买，让我买。这好难哦，那我们打到可以换一只貂蝉好了。我不想要再打暗修道士安多了，我决定换一只。15工会收人，有没有哪一个比较低一点的？哦，这个快没血。哦，这个是什么队伍？哦，这个挑战。哦，这一关是木星还是米帕？怎么样才算占领啊？要把它打，要拼命打，然后打到那个怎么说？打到塔倒为止。然后塔倒之后，那个分数是第一名的人就会占领，大概是这样。手厨送啥？吕布。哦，好了，停 ，OK。没有技能哦，等级不够高哦。等一下，我等级不是全部满等了吗？还是他说的是那个啊？那个自己本身的 rank 等级。停，不要降那一颗了。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卡？可是我打其他关卡都不会这么卡呀，只有竞技场会。Stop， 留点安珠啊。停 ，OK。哦，好卡哦，天哪！Rank 哦，是 Rank 哦，13抽旗没有啊，没有旗啊，缺一张司马懿啊。哦，所以现在等级是浮云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臭铜牌没有技能，铜牌错了吗？来哦，主角、哦。哇，那你没东西切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13、14、15、16，16康而已啊，干太小气了吧！哇、哦，好卡，谢谢支持。60缺吕布，哇，星爆01会闭嘴啊！曹操强吗？曹操还蛮强的啦，我觉得就偏稳定。嗯。哦，3180哎，哦，还蛮高的嘛，3180。可这样打一场战场才10点哦，天哪！我的竞技场呢？啊，这没有，哎，哦，这个是新的啦，队伍设置。来，我刚刚从别人的里面学到一课啦，我决定把那个，决定把消除指定猪放在最后一关。我们这一关放个火烛。是好剑哦，缺天将找妍希，嗯，开一个妍希的话，啊，再可是这样会多消耗一点点的那个哎点数。我、哦、房间没有什么人打，好少人打、哦，快来打我房间啊！好吧，游戏重开一下好了啦，不然好卡。3280的吕布对啊，所以果然还是得用吕布去拼伤害哦。安安，
吕布，可是这一进化之后我就没办法练技了呢。这样我三吕布，三吕布到时候练技就很困难，而且我鸟不够多。这谁啊？诸葛亮哦。太多人进去打我，开技能留战力点，我觉得应该留战力点还蛮比较重要吧，我觉得。哦，这样摇会掉那个，会掉糖果下来，好酷哦！靠摇，靠摇，靠摇。哦，我看到龙蛋，看到风头跟圣诞老公公，怎么不掉了？怎么不掉了？懒得鸟你的图片哪里找的？上网找啊。好，看一下，我在。这好贵哦！等一下，每重置一次就要花很多钱。来看一下越狱大师中国 WiFi， 你看这个房间，按8比哦。我们再来试一次试试看。我觉得应该是留战场点比较那个啦，比较好。是不是德阳？是啊。我觉得我要换到貂蝉还有一段时间，你听。第一关是曹操，有人先进化曹操了。水火木，好，不要天降，不要天降，哦，现在就一直狂天降，哦，天哪，第一关就打了快500万的伤害了。第二关是武康盾，我发现大家的那个组队方式其实都一模一样，都是一个属性盾，然后一个手消盾，然后一个 combo 盾，然后一个风化珠，然后一个没有技能。这边是手枪木，来，这是三国，不是，这是撒旦。我是不是缺一颗没消到？太大意了。停 ，OK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尾王开哦，封了出封那个地方，火机车。完蛋，这次没装好，这次没装好，呜呼！哇，切的好烂。九康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那个暗珠是怎么回事啊？十七、十八，哇，那个暗珠好夸张，十九，天降 carry 耶！都刚刚少一颗啊！天哪！现在几分？3110。经验值我快升等了，天哪！啊，再打一场应该就五等了，我终于要脱离银牌了。我再来刷新一次好了。哎，怎么都是这种路人？黑泽浩斯，来看一下你的房间。哦，这也是炸弹，这好像是技能全开的那种。我好像是消光了。好，再试一次。飞船潜能是在一个50万，没有那个要用别的去换。假如说你今天想要号角，可是你有一堆旅人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旅人加50万去换号角，大概是这样。456。Stop！哪队打进一场？我觉得吕布跟撒旦都不错啊。我一个风化珠，我中。小许借饮料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三手盾，这是三手盾，有了。哎，等一下我没消水珠，糟糕！哇，刚才一个手滑，
这个关羽是进化前的关羽吧？我这血量好少、啊。好，这边是要注意一下、喔，不然少一个光柱就很好笑。OK， 这应该有全消吧？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，好吧，二十一康，一波带走。拖把吕布改成 3.5， 真的假的？只要平砍高就行吗？伪王也要用最少伤害去爆发啦，不是最少技能去爆发。3130，哦，五等了，所以五等怎么样？白银级我还是银牌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听说升级有奖励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，回复体力，指定封印卡，哦，金币啊，其实看起来还好啊。指定封印卡是什么啊？哦，好，五个千年，干，好吧，其实差不多竞技场就是这样的功能啊，就是怎么说，你打一个房间，然后等别人来打你的房间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好，来看我能不能换东西了，现在多少啊？445，哎、欸，怎么？啊，那刚刚怎么突然变成400多的？排名奖励。哦，钻石级战神传奇王者，哇哇！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什么东西？哎呦，850战场点，巴利魔法石，王者一，50魔法石哦，一周会发这个、哦，好帅啊！人面怪鸟，然后剩诸葛亮，要不要在右上方打上这次的大奖？其实就是吕布、曹操跟那个、啊、跟关羽啊，其实就是这三只，其他不是说不好，只能说还没有地方，还没有地方可以出场啊。签到哦，对，要签到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签到了，来签到一下，签到。好了，我们关之前，我们用菜鸟账号来抽个几抽好了，菜鸟账号应该还可以抽个一抽。来看一下关机前可以抽到什么？关羽是不是最难抽？应该是吧。来，我们换一下那个。哎，怎么这样就进不去？司马懿抽了三张，哈，我都抽不到。哇，这边进不去是不是？让我进去，怎么一登出就进不去了？别人打你也会拿到站点，那没有人打我啊，怎么办？可以进去吗？哦哦哦哦哦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。